夏小雨，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红色，感觉很温暖。最喜欢的花呢？向日葵，面朝阳光。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，我都不想放弃。为了我唯一的亲人，为了我的妹妹。从北京到长沙，这条航线有1446公里。我以为我并没有走远的同时，我们之间却隔着万水千山。Thank you.